蛮好奇因为的可是之前没有安全啊，它里面都是僵尸。比起你那里会被电死安全吧？还有，电死很多遍呢。好，进去了。很开心啊，舒爽，那是那叫电流，懂吗？是吗？哈，你是厨师。哦，是他也一样哎。哎，但是我不用打杰克跟乔姆的意思吗？要说他们跑了。哦。哦，他没有，他直接去，他直接去占领了。对对对。反正不管谁抢都是，哦，有者就是会抢赢嘛。还是他的意思就是，其实现在就是已经是四级的了。哦，要不动声色。哦，一样哎，机子一样。还是一样啊。对啊。是但是我还蛮好奇后面有没有什么差，因为它好像有很多结局，有不同的结局，我不知道有多少了。因为我看到有一个成就是达成某一个，就是其中一个结局。因为后面还蛮多结局，对啊，应该是蛮多的吧。我朋友已经在睡觉，他准备半夜来开始打。半夜开始打是什么意思？25号那个打完，然后他就要开始打。有那么夸张吗？然后好了，既然这样，就随他，让你跟我一起打那么麻烦的、那么麻烦的东西。啊？哎，为什么我一直急啊？啊？你不是一直都有吗？应该有吧。9我右边是9，右边是2啊。哦，这我可以继续加右边哦。我右边已经320了。因为他升等级的时候，他那个会加。哦，基础也会加就对了。对，他两个都会加，就是左右都会加。因为像我上次不是跟你说，我才280。后来升一等之后就变300了，我就不用，就是我那时候没有一只鸡去加右边的、啊。哦，我是后来才发现的。不然我想说，300其实算很难呢。如果你要一直都是点那边，什么都不要点。对啊，对啊，难怪我现在突然变320，我有说奇怪，怎么320已经超过了？对啊。我打前面有让我多的等级的。哦，是这样啊。嗯。哦，什么？这个我都打了就提升。哦，所以他们哈孔就跟我说，乔没有逃走，他并没有逃，这样。哎。哎，哎，我什么时候离开任务区？我没有啊，我刚好飞过去而已啊，我才刚到呢。哎，我怎么接近了？我不知道哎，我还没进来嘞。哦，还是因为我直接飞到上面去。哦，我完全不是这样子。好啦，让你顺便搜刮一下资源。你这么快已经到这里了？很快吗？哦，你说我走那么快吗？对啊。其实很近呢。对啊。对啊，地铁站跟这里很近。应该是上次是四级比较远吧？那这样我不会帮四级的人，那还要炸掉那个东西，会变成是谁啊？就不是那个结巴的那个人，要炸掉什么东西的？
对啊，去哪里啊？这可以提下去。那我这个任务还要炸掉什么吗？我们是不是还没解除所有炸弹？有几个在这里，我在这里啊。啊？我忘记有几个嘞，四个吗？还是三个？我有点忘记了。怎么搞？发生什么事？是这样吗？还是在里面呢？哦，对，好像是，对。对，它应该是顺着的吧？吗？在里面，哦，真的。忘记。对哦。哎，还没找到炸弹呢，已经到他们这里了。还有吗？我觉得不止那么少。啊，我开始。等一下。应该还有吧，是不是跳太顺啊？两个啊，才两这个里一不个嘛。止吧，三个吧，三个或四个的，我记得。才两个吗？院里解是永远是少解第一个的啊。有吗？有，因为第一个都是我解的，有一次你不是我们任务失败还是什么？然后你还说，哎，原来还有一个哦之类的。我就是两个而已啊，因为两个是我姐的嘛。那另外一个是我的，所以三个啊。没有，我姐一个而已，我好像是姐一个而已。是吗？但是他现在还有呢，找到并解除炸弹呢，所以就应该你解的是两个吧？啊，还是另外一个在里面呢，在他们讲话那里。是吗？还是你 bug 了？不是，我确定不止两个，不然就进去看就知道啦。等一下，没有在楼上啊，在楼上里面，对，好像在楼上里面。进去的时候不会马上遇到他们，可以先拆一个栅栏再遇到他们。那里还不是门口。对，我就明明记得你好像有猜两个才说。有吗？我有啊，但是我绕错边了。20号一级机。没有啊，哪有意思机？空的啊。今天几月份？然后嘞，去外面。早上十号顶端，为啥去外面？啊，不是去外面吗？哦，在另外一边哦，看错了。太快了吧！可以跳过吧？都看过对呀、啊。了。战斗啊，没什么好谈的。哎，上次我们是说我不可能帮你们，是不是？对啊，他们要淘宝而已，我帮。哎，他还是要打。没有打哎。可以不打。对啊，原来可以不打哦。靠，他不是说我在我觉得说他谎们坏了，吗？反我觉正得他我们现在坏。都不是帮四级的人啊，所以我觉得是还好。就是我以前帮四级的人，可能就要那个吧，可能才要那个跟他们翻脸吧。哟，一起用啊！你干嘛啊？在然爬后墙啊！爬什么墙？要给你选择的时候到了。我不用选择啊，我已经知道，我就是维和者，全部都维和者。
我就是要跟你走不一样的路啊。我没有全部我的啊。好，可以跳过，因为这样我才知道，我还蛮好奇有什么差的啊。没差。欸，不能跳过欸。我那个按住之后，我按住之后，他按住叉可以跳过吗？按住，然后那个圈圈满了之后，他又退回去了，我放手。可以。哦，有了有了，终于来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，哎，还是要去找他哎。还是要去耶，原来。对啊。结果差别不太大。那个嘞，工匠大师之后的那个，有会有差吗？就是会是谁发动攻击呢？感觉可能没什么差哦。他摇滚外套。哎，他这里会不会有那个啊？这有没有工匠啊？工匠哦，你还在楼下吗？对啊。我已经走了，我已经快到他的旅馆了。我看到你飞，我以为你是飞过去。没有啊，你作弊啊，你就怎么看？你在公交那边看他们有什么东西在买，要买啊？买什么？我没有在看的啊，我是直接飞过去了。要啊，什么的，强固者。我直接飞过来的，哎，要开锁哎，好，我先开锁。你直接承受我吗？你自己按可以啊，如果等一下有那个任务的时候。现在还不行，现在还在，我还在普陀开锁哎。哎，那所以等一下会不会是可以杀掉那个？哎，哦，他这个剧情很差哎，他们在接近水塔，不就是在跟我作对吗？对啊，对啊，但是如果是之前那个。剧情就比较合理，他是回去他们的水塔这样子啊。哎呦，结果这里也没烂呢。哦，该不会在这里也要打那个吧？也要打那个，是跟他们翻脸，然后打那个哑巴。有没有可能呢？你怎么过来了？那么快？哎呀，板龙飞的。啊。我用飞天扫板龙飞的。哎呦，这里还有东西可以看、嗯。没有了啦，你有感应到吗？啊。我给你重复拿。哦。也是，我该放个衣服。哦，衣服，觉得我的衣服很废。哦，也是该上升了，还有五等的，那么快有五等哦你？五等的衣服、啊？我的才四等呢，我还没五等吧？我也，耶，对啊，我才四等。看看衣服啊，这衣服真的是太废了。他们的对白有改变吗？你还回来干嘛？哇，他还装欸。好，这个看过了。可以把他打死吗？他怎么装啊？我看他头上有一个奇怪的东西。
因为我现在不能把他打死、欸。为什么看我进去？对啊，还以为跟他闹翻之后就可以了，还是爽啊！哎，死了吗？哎，不一样了，不一样了，真的有不一样哎、欸！啊，没事。哎呦，有点意外哎、欸。哎呦，哎呦，让我惊喜到了！啊，你惊喜到了！就是有不一样的剧情呢、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因为你刚刚看他都，对，因为就是，你知道我不是解完那个叫什么，跟那个市集里面的人对话，然后之后哈孔会找我嘛，嗯，然后我再回去找苏菲才可以进市集嘛。然后我那时候想说，为什么我用飞的飞不进去市集里面？然后后来发现，原来我要触发剧情就是要在门口敲门，不然我会卡住吗？对，他会卡住，直接卡在那个铁丝那边，然后撞墙什么的。我想奇怪，我怎么飞不进去？结果超扯的。所以我真的觉得，因为我都完全忘记这个事情。那时候我们也有吐槽他，就是为什么剧情长这样，就是我们已经进去过了，然后后来才敲门那个。就我刚刚我那时候就不知道，我想说为什么飞不进去，后来才想有这个烂东西。因为那时候我在敲门啊，那时候也没得飞。那时候我们还没飞啊。对啊。对啊，所以我想说，哇靠，哈哈，这有够扯的，为什么那边有个惊叹号啊？什么东西啊？一定是很废的任务，不要相信惊叹号。不是不要相信问号吗？问号通常是那个什么车队吧？那惊叹号是什么啊？看一下好了。那个我看一下，有写吗？有写名字吗？哎，张火挑战还没做过吧？脏活挑战，我怎么没印象有听过这个名字？哪里呀？等一下哦，就在你那里啊，不是吗？对啊，就在卖东西的旁边而已。这个。对啊，他叫什么脏脏活挑战？有什么好脏活？没看过。他是那个啊，他现在是维和者的任务啊。哦，所以还会不一样啊，那么神奇啊，让我很。等于是说，你这个所有的那个小地点都是变成维和者的，不是？哎呦，我现在很精神病人都蓝色的啊。哦，那边都是，我那边都是那个月亮色。哦，好像这里有差哦，哎，让我蛮惊讶的这个差别。那完全不一样。对啊。我后来发现，原来地铁站啊，是因为解了那个华尔兹的任务才开启的。对啊，就是要走过去啊。对，因为他要开电力，他才可以。我看到他说在等待电力，没电力。哦。对，不是，所以他就是有点小剧情在那里。你是有剧情才去过，才过去的。哎，我还蛮好奇，那到最后华尔兹那里是因为我们保护哈孔，然后背叛维和子，所以他们来还是他们来找我吗？还是怎么样？我还蛮好奇的。就是我开始有点好奇那个地方是怎么改变。哎，现实活动，
这个是不是你的那个枪的那个任务啊？只是他换了另外一把。哦，不是不是，这不是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枪啊。不是对啊。第二枪，是不一样的枪。对啊，不一样的枪啊，就是是不是你昨天那个任务只是换了东西哎，不？R3。对，就是这个。哎，有两个哎，好好哦。要干嘛？这样子啊。哦哦，刚刚还没出来啊！我刚以为要打那个维和者。你打我的手好像很丑。他大只的，好像也算是一发一只吧，差不多。哎，不对，大只的还蛮……我这边要死了。可是没有在管中间那个啊。有很多哦，边吗？有中很间多。要死了，因为总共有三个啊。我这火那个已经爆了。哦，你那已经爆了，那你，那你要管中间那个吧？因为刚哦爆了爆了，我这边也要爆了。大家看一下，等一下，他现在是要怎样？不知道哎，不是一直打吗？再试一次。对看一啊，下，他现在你知道干嘛？从宝啊剑。要打完哦，所以就是要打完呢。靠，你太难了吧！那如果这样，对啊，不简单呢。算了，放弃吧。你要打吗？你要再打一次吗？是不用，因为我看不懂他到底为什么要怎么赢。就是应该是打到他没有再出来吧。如果他没有死。如果他没有那个叫什么限制的话，时间我以为是打到某个时间之类的，就是保护他们到某个时间，结果不是，我说对啊，怎么打？我就一直以为是等到爆掉为止。我很努力在管他，可是他爆很快。对对对，他爆很快是没错。过来拿那个东西哦，什么东西？那个奖牌，咆哮者。我的下方，为什么开始？奥数差不多。走吧。哎哎哎哎，我们在这个地方被抓住。哦哦，这里有灯吗？哎，这里可以上去。我现在跟你说，我跑不动，我没有手跑不动。哎 天亮了，哎，原来快，好了，自己刚好可以飞。为什么跑不动啊？你跑不动？对啊，你是蹲下吗？跟人家状况一样，就是，是慢了是不是？对啊，你终于有感了，你终于有感了，哈喽，
你终于有感了，你终于为懂什得么我的会痛苦。我动不了，我现在只想等传送。也是可以啊。为什么动不了嘞？好，那我先过去咯。你慢慢看，那你慢慢我走进过去，还是你要空出气，去再进来？空气没有用啊！哇，金色斧头哎、欸！买。那我先出去了，我先飞了，等一下你传送吧。对、欸，还是我刚不小心按到飞，所以它就有点还搅没乱。读到吗？对，是搅乱。应该是它还在搅乱。这又是什么啊？你等下有空飞过来吧，直接传送就可以哎、了。因为这个有一个怪怪的任务，不知道是什么，就看一下。哎，真的都不一样哎，那还不错哎。Market，这个是那个名片的替代任务吗？啊，有可能，他们这因为，每次都互换的啊。对，它只是可能内容有一点点不一样，但是那个叫什么类别是差不多的吧？真带的着很难。哎，什么带着瓶子？哎，不对，这是送那个东西的。哎，水与电的挑战有哎，这个这个有啊，对。有这个有好。那不做了，走了。还是走不动。你还走不动吗？对啊。我为什么看到你一直在跳因为我很努力在加快速度啊？哦，没关系啊，你要不要退出我们的连线再进去？啊。啊。那确实这样子。你是可以自己加进来的吗？不行吧？不知道，我好像有条朋友可以加进来，不过没关那系可啊。以。等下我再邀你，你先看你要干嘛。我再去看看。我同事洗碗机确定。你同事怎么样？我同事续约远传送 AirPods 3呢。哦，续约哦。好扯哦。哇塞，其实很多优惠都在送 Apple 3呢、真假的，啊。起码我心们要不香港下是不是？没有，起码我们香港那个信用卡的优惠，银星优惠通常都是送这个。我我看决定下次在电信打来，我要跟他讲，远程都送这个，你有的送吗？他说有啊，我送你 Apple One。我不要。